Thank you.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敬拜，祝大家新年快乐。 Honey， 一想到2020年你会想到些什么呢？我会想到新冠病毒对世界的影响，但我更加感受到神的恩典在这一年里面陪伴我们走过。是啊，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和我们常伴，让我想到诗篇65篇第11到13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真是一片充满祝福的景象。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和大能，我相信2021年一定是充满荣耀和祝福的一年。 Amen， 让我们一起为2021年第一个主日敬拜来祷告。 Amen， 神天父，我们要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一切都是新的。回望2020年，充满很多新冠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教堂聚会。但是你的爱、恩典和祝福从来没有停止，反而在最困难的时候陪伴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人，让我们仍然对你有信心，让我们仍然可以去信靠你，让我们的生命仍然充满着平安、盼望和喜乐。是的，天父啊，我们也憧憬着在2021年，你大能的手继续扶持着我们，带领着我们驱散所有新冠病毒带来的影响，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我们甚至可以回到教会聚会，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广传福音。父啊，想起2020年，我们有很多得胜，我们看到很多生命也受洗回到教会当中。我们相信2021年更大大的去荣耀你的名。Amen。 愿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感动讲者 KC 弟兄的口，讲出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生命。是。此刻，我们也很想为到 Johnson 和 Joyce 的女儿慧如姐妹祷告，希望医生给予最有效的治疗，他的生命可以尽快的恢复意识，得到医治和康复。感恩天父聆听我们的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吃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吃下盼望，在你没有传统的婴儿，每个医治都是在阿门。所以我新神迹的神，绝望中吃下盼望，在你没有传统的婴儿，每个灵气都是在阿门。阿门，大家一起唱。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眼前。
欢呼，只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天天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在每个大能一世都无间拯救。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首先，我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2020年，大家都过得不容易。新的一年开始，是我们定下目标、拟定愿望、做新的决定的好时刻。不管2020年过得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展望有一个更好的2021年。今年教会的方向是要我们一起学习基督的大能，所以希望我们更多的看见、更新、学习和传扬基督的大能，更加的能够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过个荣耀神的一年。新的一年，我的一个决定就是要重新的看路加福音书，不只是要看路加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使我更加的看到基督的大能。而我选择从路加福音书开始，因为路加福音书有几个很特别的特点，我待会会告诉大家。今天我的主题是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经文所领受的功课。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大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从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诫命和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执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可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玻璃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猜疑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里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有一些特点。路加福音呢是由路加写的，路加不只是写了路加福音，他也写了使徒行传。他写路加福音是写给一个叫做提亚菲罗大人的。提亚菲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的人或者神爱的人。大人呢是一个称呼，通常呢称呼一些有权柄的人。而当路加写这信的时候呢，他说这是经过细心的查证考察之后确实的一个记录，而且呢这本书是按着事情发生的次序而写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事情哪一件先发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它就是按着次序发生而写成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它的登山宝训就不是这样子了。登山宝训呢，它是把好一些耶稣说过的话都写在一起。所以呢，路加福音的写法跟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呢就有点差别。而这段经文呢，讲到撒加利亚在祷告，而且他的祷告呢被神听见了，神通过天使来见他。当时撒加利亚看到天使忽然之间在他面前而显现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惊慌害怕。他当时跟妻子年纪都很大了，可是妻子呢因为没有怀孕没有生子，所以撒加利亚一直把这个
希望有一个孩子的这个心愿呢，一直放在祷告之中。天使见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的祷告被听见了。”而有几样挺有趣的一些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呢，就是撒迦利亚，他一直都在为着他能够有孩子而祷告。想想，他祷告了可能好几十年，就是为了这个件事一直的祷告。祷告他自己的年纪也大了，他妻子年纪也大了，可是呢，他还是在祷告。可想而知，他祷告很久了。而他似乎祷告到他自己呢，都有点怀疑，说神会不会应许他这样的一个祷告。第二，神在神选择最恰当的时候才给他儿子，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神要给他的这儿子呢是非常特别的。圣经说他的儿子能造福人群的儿子，圣经也说这个儿子能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这儿子呢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还会行在基督的前面，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伯利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哇，而且呢他说他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只是答应他的请求，答应他的祷告，而且呢神给他的儿子是个有大能力的儿子。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希望他们有大能力。而圣经说这孩子的能力像好像以利亚这样的能力。圣经也说到撒迦利亚是个义人，是没有可指摘的。这里他所说没有指摘，不是说撒迦利亚从来没有犯罪。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对神的那个信任的信心呢是有动摇的，可是在神眼中他因为遵行了主的一切诫命和礼仪，所以呢神说他是一个义人。理解他没有孩子的那种心情，神理解他会有不幸的那种软弱的时候。天使的消息因为是太好了，好到呢这个撒迦利亚觉得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都老了，我妻子也老了，我自己也有点怀疑了，怎么真的能够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我年纪多大了，我们会看我的能力有多少，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从神的角度里面没有事情是不能的，因为神的能力超乎我们的能力。我们认为不可以的不是神认为不可以，神认为不可以的有时是我们认为可以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觉得犯罪一点点没关系，可是在神来说呢，神是很认真对待罪，希望我们都能够悔改，都能够与神亲近的。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挡也挡不了，神要赐给我们的会超乎我们所祷告所祈求的。对撒迦利亚来说，他多年的祷告都没有被应许，他有点灰心。他没有想象到的方式和时间的时候，神就给他这应许了。神往往在我们不是我们意料中的时候，就忽然之间答应我们的祈求，因为神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我们的。而当时呢，撒迦利亚不相信，结果呢，圣经说这里呢，这个加百利呢，他甚至让撒迦利亚不能说话9个月之长。想想，现在我们回到这时候，当撒迦利亚他一心的忠心的侍奉神，虽然没有孩子，不过他还是做了所有神要他做的事情，而且呢还继续的
遵守神的诫命，可是他一直没有看到神给他一个孩子。多年来他跟他的妻子被人呢瞧不起，大家呢都觉得说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夫妇，他要面对别人的异样的眼光，要面对别人的歧视。可是可取的是他还是忠心的服侍神，但是在年纪一直老迈的这一天，突然之间在他去店里面侍奉的时候，哇，甚至侍奉出来的时候他却变成了哑巴。你想想，这时候当他出来的时候变成哑巴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看他？他一定是在里面被神击打了，他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了。你看很多人又是给他投了很多异样的眼光。想想如果你是撒加利亚，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说苦不苦呢？神没有给你孩子，别人看不起你，甚至现在还变成了哑巴，可是你一直都在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教导，神所要做的你都遵守了，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对神有苦读的心态呢？可是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心态非常的好。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的2020年里面，我知道大家都觉得过得不是这么容易，甚至呢会觉得非常的苦，这不是我想要的一年。我们的苦可能就是失去了工作，经济上的困难，行动上被约束，没有自由，不能去旅行，哦，还有我不能去马来西亚。你知道吗？新加坡人常常去马来西亚的。还有不能大群的人一起相聚，哇，好苦哦。你知道吗？你的苦神都知道，也都理解，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计划，相信神会在最适合的时候，最好的时候给你你心里面所求所想的，甚至呢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为神最知道你的需要，神最知道你什么时候才真正需要这些事情。经验了这些苦之后，撒加利亚最终呢得到最棒的一个孩子，经历了先苦后甜的这种经历。他在暴风雨之后终于看到了阳光。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他将会欢喜快乐。神就是这样的奇妙，在我们没有预想的时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欢喜快乐。因为呢我们 surprise， 有的时候我们也特地让一些弟兄姐妹欢喜快乐，特别在他生日的时候静悄悄的突然之间给他一个庆祝，让他一个 surprise， 欢喜快乐。而我们进入了2021年，今年你内心里面真正希望神可以帮助你的是什么呢？你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负面的去看2020年，而觉得2020年什么都看不到，好像神的大能完全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插过一样，我们觉得样样事情都不如意。最近我跟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回顾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这样的分享，她说她在2020年里面，因为是20，所以她有20，就是20件事项祈求神。而奇妙的是在2020年里面，其实神通过种种她意想不到的方式应许了她的这些祷告。你可能会说哇，20个愿望，这种来说好像很多，如果我们看神的大能的话，20个愿望其实是一个小儿科。
问题是你敢不敢有愿望，问题是你清不清楚你今年的愿望是什么。如果你有愿望，哪怕是20个、30个，或者21个吧，因为今年是2021年嘛，我相信神会一一的在最适的时候应许你这些祷告。因为神的大能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更加彰显出来。如果神只能做到你跟我都能做到事，那就不像是神的大能了。因为神所做的是你和我都做不到的，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彰显神的大能，不是普通人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希望在2020年里面，他们希望说，哎，今年我要有更好的家庭关系。而你知道吗，在2020年里面，有好多的家长都告诉我说，今年他们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因为丈夫不用出差了。而这其实也是妻子多年的愿望。神就在非常意想不到的情况里面，意想不到的方式，使这些丈夫都待在家里。我也不例外，我今年呢跟我妻子呢很多时间都能够在一起，而且呢我觉得今年是我跟我妻子沟通最好的一年。我们常常一起的出去在路上走路和运动，我基本上可以跟我妻子有一整个小时在路上走一整个小时，而一个星期能够有好几次这样的做，这对我们的关系进步了很多。而我跟我孩子的关系也是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我常常有机会跟他们一起的吃晚餐。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用他的方式来应许我们的祷告。神是信实的，神的大能超乎我们所想象的，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能力。如果你觉得2020年过得很苦的话，今天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经历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怎么样应许祷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阳光总在风雨后。现在呢，弟兄姐妹，我要请一对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我们请 Sean 和 Eunice。嗨，弟兄姐妹朋友，大家下午好，这是我妻子 Eunice， 这是我老公 Sean。 感谢神，感谢教会，今天我们俩可以在新的一年和大家做一些分享。几天前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些笔记本，打开一看，全部都是我的妻子向天父的祷告。祷告日期是在2007年，我是2012年受洗的，而我妻子是在2013年受洗的。2007年到我们受洗的有5到6年的时间，我大声读出笔记本里的祷告，让妻子一起听，发现神应许了他的祈求，我们的内心非常感动和感谢天父。在我们还没受洗的时候就引导我们走向他的怀抱，神是信实的。的确，那我与大家分享其中的几个祷告请求。我请求有一天和老公一起的敬拜赞美神，当时老公不要认识神。他陪我来教会是因为我来教会后会变得比较温柔，还有当时我非常没有安全感，害怕与基督徒们多认识，也因此放弃几次读经的机会。我请求神的大爱充满我的心，使我即使害怕也可以勇敢认识神。Amen。 与基督徒们在一起，一起的敬拜神赞美神，还请求神保守我们一家在一起，家庭充满爱。在那5到6年的时间发生很多事情，婚姻
教育孩子生活的需要，面对这些带来的压力，不懂得处理和我们的罪，造成了很多使我们这段婚姻的关系越来越破碎。是，当时我认定我们的婚姻是无药可救的，感谢老公在那一刻还是没有放弃。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走进了神为我们预备的一道门。在一个安静的夜里，我听到一股声音去教会寻求帮助。神保守我们一家在经历一波风雨后没有分开，而且彼此抱得更紧更珍惜。我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位基督徒，更没有想过会在教会和我妻子一起敬拜赞美神。神应许了我妻子的祷告。感谢神，神给了我勇气勇敢地去认识他，还有与基督徒们在一起，一起的敬拜赞美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神。 Amen。 神的祝福远远超过我所想所求的。我的大儿子 Aloysius 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好被伤害很多，他见证了我们的婚姻的改变，在2017年受洗了。我们也享受一家人的爱在当中，感谢神，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回头望，看见神的爱不放手，耶稣擦干我们的眼泪，他看见我们的悲伤，有时连我们都不记得的祷告，神记得，神顾念我们的一切，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天父是一位信实、保守、有能力、充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的确，阳光总在风雨后。Amen。谢谢双腿尤尼斯分享。神就是这样奇妙，他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他就默默的听了我们的祷告，而且呢，预先做好了准备，在最适合的时候呢，就赐给我们了。这就是神的大能。今天我的传道我们讲到几点。第一呢，就是神呢一直的都知道你的心愿，神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赐福给你，神给你的好过你所求的，有时好到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我念一下这段歌词给你听。这是许美静唱的歌曲，由陈嘉明作词作曲。他的一段歌词很有趣，是这样子的，他说：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左右。神一直都在我们左右，一直都在看我们。在乌云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阳光，看到彩虹。风风雨雨其实神知道，而且神会在最适合的时候把我们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这样的照顾我们，感谢你是一个这样信实的神，这么有能力的神。的确的，你的大能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的大能不是我们平凡人的能力，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而你就在我们最适合的时候赐给我们。有时你的赐福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方式，可是呢却比我们想的更加的棒，更加的美好。神啊，我们非常感谢你。阳光总在风雨后，有时候我们看到眼前好像风风雨雨，可是其实你在后面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灿烂的太阳。神啊，求你带领我们有信心的，还有呢有盼望的度过2021年。求圣主带领保守，我们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
Amen. 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下午和大家一起分享圣餐。今天的经文将取自于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经文这里说到，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盼望被爱，而我相信很多的我们改变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神还有耶稣如何的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他如何如此的爱我们，还有呢无条件的去爱我们。然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想把这份爱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却往往会面对一些挣扎还有不愿意，
而在这里呢，我让金凤姐妹去分享她的生命。姐妹们下午好，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崇拜。如果在过去的一年里，大家问我什么东西是令我难忘的话，我相信就是和疫情爆发有关的事件。我本身是在医疗服务业上班，就在六月份，公说上有呼吁我们需要参与客工宿舍医疗服务团队，因为在那个时候，客工社群被感染的指数是处于最高峰，政府为了要阻止疫情继续扩散在市区，所以呢，客工都必须待在宿舍，所以呢，我们医疗团队需要进入到宿舍给予医疗服务。当下我听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觉得在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一份力量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的心里也有一个声音，你不要忘了，也许住在宿舍的客工大部分的人已经被疫情感染了，如果你也被感染的话，那怎么办呢？你还是好好的照顾自己，让别人去当英雄吧。所以当我回想到刚才那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了羞愧、自责以及无地自容，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心并不像耶稣那么舍己、无条件的爱人，但同时也提醒了我耶稣对我的大爱。当神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他已经赐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给我和世人，因为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因此我可以来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疫情还没有结束，让我们不要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事就因此失去了对神的爱、信心和盼望。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谢谢姐妹还有朋友们，今天我们往往会让身边的一些问题、自己一些软弱还有恐惧、恐慌，而促使呢我们挣扎，不愿意把神的爱给活出去。然而今天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而今天我们是否有用这份爱去提升我们自己，去越过我们的挣扎，而把这爱呢给活出来。今天十字架的耶稣就让我们看到这份爱，让我们提起勇气，让这份爱呢继续浇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我们把这份爱呢慢慢的去学习活出来。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巴父，父啊，的确非常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用圣餐，而在这里呢去纪念还有记起耶稣当时所为我们做的，他也面对的挣扎，可是他没有放弃，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去了他的身体。而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用这圣餐，这饼还有这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还有他的宝血为我们每个人所流的，而今天我们也能够记得起神的爱还是浇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从这份爱得着力量。感谢神，向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的， Amen。弟兄姐妹朋友们，下面是收集贫穷奉献的时间。你所捐献的每一元钱将会被用于教会不同的慈善服事活动，就如屏幕当中所显示的，例如新加坡华语希望所举办的不同的慈善活动，支持印尼孤儿院和支持教会当中经济有困难的弟兄姐妹。
非常感谢大家的慷慨解囊。姐妹朋友们，我们的主日敬拜又到了尾声了，但是我相信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仍然存在我们的心中，指引我们每一天。现在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敬拜的结束有一个祷告。我们父神，我们大能的创造者，我们要去颂赞你的美名。你的话语创造了诸天，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也引领我们的生命可以前行。感恩有基督耶稣的大能，有基督耶稣的恩典作为最宝贵的礼物给到我们，让我们就算面对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有平安的依靠。2021年是一个全新的一年，我们盼望着神你的灵带领着我们，有基督的大能去扶持我们一同前行。我们也渴望能把这福音传递到更多的地方，给到更多的生命。我们盼望着跟神你一起去迎接一个
又一个的生命可以受洗回到神你的国度，让荣耀充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神的荣耀。天父啊，感恩你聆听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